老兵社区有一张乌叶啊奶枝，将近100年了。配合着公所办活动，开放给民众来买来品尝着这个百年荔枝的好滋味。一个村，一个负责接，囡仔分工合作，体验万国耻。这是丰原公路坪社区，这张乌叶奶枝有要百多年的历史。万国耻体验因为疫情停办两年，今年搁一摆举办。可以把那个荔枝树，百年的荔枝树，也当教构干那些，真的是蛮专业的。而且你看它长得这么。那这個果实生到这样样丰硕的，真的很不错。这拢百年啊，这刚才看树啊长得怎样？这张奶枝树啊，一卖百多年，当年的奶枝都画个真水。为了配合公所举办活动，后台开放果子园，和平常来接满果子。社区嘛安排国乐团演出，予大家伫咧百年荔枝树下听音乐、吃荔枝，予民众拢感觉有够新鲜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